好，玩具 TV 嚟到呢一个什么 C24 系啦 ，Play a Counter。就是、其實你不應該做主持，你應該做嘉賓。你話事啦。O K， 咁我哋好歡迎呢個請到 Helmut， 我哋講解一下 Play 本身今次嘅產品嘅。咁啊點都好啦，我手頭上已經揸住早前呢一個太歲嘅作品《大武士》，仲有簽名噶啦。Tony， 如果你係即係追緊呢個玩具 TV 嘅，我已經成功咁樣夾到太歲，係啦，就攞翻呢只嘢交翻俾你，即係我冇拖冇欠，你就欠我一餐飯添嘅。咁啊，呢個後話擺喺度先，轉頭再講。講翻今年有啲咩好嘢好嘛？今年好啊，咁啊講下今年啦。今年就當然就最緊要就係呢、這個黑金版嘅宇宙大帝，係啊，咁啊黑金版宇宙大帝又限量88隻。咁啊，每隻都有自己个证书啦，吓、啊。咁啊，20%喎，呢个系。呢、這个即系第20隻咯，系啊，拉出嚟第20隻咁拉啦，你咁谂啊。咁、嗯、啊，嚟紧咧，咁啊，亦都有新嘢出嘅。咁啊，新嘢推出，大家系咪觉得好熟悉咧？呢个基本上又系真系喺动画史上一套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谂你特别啦，更加中意嘅吓。冇错。咁真系要交俾你讲咯。咁啊系庵野秀明以前嘅作品啦，《飞越巅峰》Gunbuster 啦。咁佢呢个造型系比较特别嘅，当然又揾咗阿太岁去做一个圆形制作啦。咁另外咧，咁佢呢个造型咧就同之前出嘅朗胶版本，即系之前其他厂啦 ，Medicom 嗰啲出咧都唔同嘅，系翘手出嚟嘅。咁啊，除咗翹手之外咧，仲有其他換手嘅配件啦。咁啊，佢其實係可以個胸口咧可以拆開，跟住換做一個攞佢個心臟出嚟嗰個。哇！呢個係好 classic 嘅場景喎，呢個真係。冇錯，咁咪想即係因為朗膠裡面跟不曬未出現過呢啲嘢，咁啊想做一次去玩下啦。我呢個真係好玩，老老實實。係啊，咁呢啲全部都有會場一個限定價啦嚇，會場嘅特價啦。咁啊，再 plan 過少少啦，玩好大喎。冇錯，星星黃星星喎、哦，係啊，有冇睇過啊？星星李修賢嘅冇啦，大佬，我哋有個24歲，真係好似佢呢套戲出嗰陣時候，我未出世。咁就呢套嗰陣時，真係揾個鬼妹做 OK 喎，真係。係啊，做咁少布喎、啊，仲要連加係啊，即係想快布落少少咯嚇。咁啊，鬼妹個造型都有出埋嚟噶啦嚇。咁咧呢個星星王咧就同邵氏攞版權去製作啦。當年亦都即係用翻呢一個手繪嘅海報咧。即係個懷舊風，即係出翻曬，即係邵氏個感覺好足啊！係啊係啊，如果有睇過，即係邵氏，即係邵氏電影迷啦，應該咁講啦。咁誒，應該都會幾即係有翻啲回憶咯，喺呢個風格上面。因為當年興 King Kong 啊，咁啊出咗荷里活電影咧，拍嗰套 King Kong， 跟住香港咧又要整翻一套，所以就整咗呢個星星王啦。哦，即係呢個星星王咧打 King Kong 嘅係咪啊？嗰呢個星星王咧著嗰套衫咧，好似～如果我冇記錯咧，係唔係幾稱身嘅？所以你一睇到個人咧，著緊套衫，著住一套星星服咁樣拍嘅。咁啊，呢啲都係一個特別嘅風格嚟嘅，其實。喂，其實我反而想問，喺攞呢一個版權嗰度有冇啲咩特別可以分享一下嘅？攞版權其實都係同翻天影娛樂啦。咁天影娛樂佢哋咧就合作咗都好一段時間嘅。咁之前咧就出過呢個中國超人啊。咁咧，中國超人咧都係天影娛樂嘅其即係佢哋買咗呢個邵氏電影嘅版權啦。咁所以呢個都係同期嘅一套一個版權嚟嘅。咁呢個星星王嘅風格咧，都係同Unbox 嗰邊去合作一齊推出啦。咁我哋做翻一個圓形啦，咁樣去設計。咁呢個都係會場預訂嘅 highlight 嚟嘅，係啦。咁如果要攞現貨咧，就可以買宇宙大帝嘅。咁其他呢兩款都係預訂啦。嗰、那個美女是不是分件的？是嗰、那個美女是朗膠嚟噶。嗰、那個美女其實是用鑄塑帽去做的，咁係啤膠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終於都翻嚟 Play 嘅最耍家嘅產品啦。我而家咁講咧，因為鹹蛋超人同埋呢一個怪獸係確實係即係造型又多，咁本身亦都推出咗唔少嘅特別版嘅，又再交俾你啦，歐文。好，係喎。呢啲顏色就係、是、每一個顏色都好熟面喎、哦。玩色嚟嘅，咁啊呢啲顏色係紫外光燈會發光嘅。
啊，即係會，即係如果用紫外光燈射落去，會有特別色出現啦。呢、這個都有特別色。啊，呢、這個又冇嘅，但係呢一個有嘅，呢、這個係其實都係舊產品嚟㗎。係啊，呢個舊產品嚟㗎啦，呢、這個係會光變嘅。如果攞太陽燈照咧，成隻會變紫色咁樣。咁啊，沃卡兒雖然知道你今日都做緊呢一個即係年長嘅義工啊，咁啊，但係就都如果有留意呢條片嘅話咧，你記住揾翻 play 有啲乜嘢係你啱食啊，呢、這、一個要買俾老婆嘅話咧，呢、這個係時候嚟嘅。冇錯冇錯，啊，沃卡兒要睇嘅呢啲就係啊，咁啊呢啲咧就係 Zombie Monster 嘅怪獸列車系列啦，咁啊有好多唔同色嘅款式啦，咁係啊一個香港設計師 Kenneth Tan 啊設計嘅。852喎，犀利喎！係啊，呢、這個852咧，其實就係揾啊，琴日我哋都有介紹過啊 Rainbow 同埋啊 Uncle 佢哋呢個After Workshop 去幫手去做一個塗裝啦。係啊，咁另外呢個款咧，呢、這個咧就係Render Lulu 咯，咁係一個 Candy Bolton 嘅 design 嚟嘅，咁就同我哋去合作，即係同 Play 啦嚇，而家唔係我哋啦，同 Play 去合作 crossover 做翻個 crossover 咁樣啦。咁另外今次咧亦都出咗個特別嘅版本，因為咧之前咧大鐵人17咧佢呢個款式咧真係大賣啊，之前即係好多 fans 買唔到，咁我哋亦都唔想將同一隻色咧出翻兩次嘅，嗯啊，咁 play 咧佢哋決定咗咧就用呢個電導色板咧去代替嘅，啊咁啊出咗一隻叫做新嘅電導色板啊，咁啊其實個色就即係對於如果有即係大鐵人17嘅 fans 嚟講，我諗會更加吸引咯，可能某程度上。因為我知道除咗本身用嗰電導式之外咧，佢一樣有個超必殺殺技可以出咯，同埋本身個手關節都有少少改良過嘅，咁所以變咗呢一件同樣係一個數量限定嘅話咧，我覺得呢一個都好值得入手。呢個就特價啊嘛，會場價平啲喎，係啊係啊，會場價基本上呢啲。通常第一次推出的產品咧 ，Play 都會做翻一個會場價啦。咁佢嘅會場限定價，今次會場價868啦，原價968啦。咁如果既然都係諗住買嘅話，就會場訂係抵少少嘅，的確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就禮拜六，其實如果即係大家都仲有三日嘅機會可以碌過嚟會展，咁啊望一望翻唔同嘅鋪頭，有啲乜嘢限定品啊，或者本身喺呢一個會場入邊。早買早享受 ，early bird 有一個 special discount 嘅話咧，都可以趁住聽日、後日、大後日碌過嚟落 order 嘅。不單止呢個 play， 其他呢一個商號亦都有類似嘅優惠嘅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又望翻高少少，其實呢一個即係邵氏本身即係同佢哋夾嘅話咧，有見到好多即係當年好 classic 嘅戲喎，即係經典電影系列嚟喎。冇錯，咁而家我哋影住啦，咁呢個遊鬼子啊，其實都係李修賢當年嘅一個一套戲啦，咁啊講李修賢啊笠咗個即係將啲油倒落自己度，咁啊會變身做一個遊鬼子，咁啊起初啊諗住除暴安良嘅，後屘就自己變咗做狂人咁樣咯，係咁啊失控咯，咁呢啲係比較屬於係design toy 方面嘅路線㗎啦，咁咪揾咗一個外國嘅好出名嘅設計師 Retro Band。咁啊 ，Aaron 去做一個雕刻，咁啊同 Unbox 合作啦，系啊，咁啊亦都出咗隻特別版啦，咁啊粉紅色嘅。其實本身粉紅色咁樣撞個感覺都好，一個紅色咧就同黑色比，其實我自己覺得黑色本身個紅色唔係咁突出啊，反而粉紅色嘅話咧，望佢個感覺幾舒服，即係雖然都即係少少啲算邪交啦，咁但係即係完全冇乜違和感嘅，幾得意嘅。咁啊，再碌過少少啊！李修賢都拍好多啲即係嘅幾科幻嘅片喎，當年。當年我諗佢係屬於科幻界，即係都特攝英雄人物嚟嘅，係啊係啊。佢當年咁出名都係有佢嘅原因喺度。咁啊，呢個係佢主演嘅中國超人啦。咁呢個又係特別色版啦。咁啊，呢個白色好得意喎，即係唔好得意。其實本身見到暫時呢度有兩個版本啦，咁原色就紅色啦。咁但係今次呢一個白色嘅 ACG 香港會場限定咧，個感覺好乾淨利落喎。即係因為我就好老實講，我就離開咗 Play 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佢哋嗰個設計師嗰、已經係基本上攞到曬嗰啲精髓所在咧，佢哋不斷去。諗新嘢，諗新式，其實呢、這個我都覺得佢哋而家 play 而家做得都係越嚟越好咯，係啊，咁譬如呢個黑透明啊，另外一隻，咁我覺得佢出嚟嗰個效果都唔錯啊，係啊，咁透明喎，係啊，黑透嚟㗎，
我初初以為是光澤黑，但係你講完係咦 see through 嘅喎，真係呢、這個幾得意啊！呢、這個係啊 see through， 大家都中意 see through 㗎啦，黑色 see through 走唔甩㗎啦呢啲。黑色有即係啲啲黑，即係叫誘惑感覺，啲神秘感啊！係啊，咁佢哋呢個就又係啦，會場第一次登場啦。咦，而家做緊會場價，其實如果你價錢嚟講638，我個人啦、啊、個人嚟講我幾buy嘅，尤其是師傅嗰只。但本身即係 if 如果係錯過咗呢個機會過嚟會展，即係執平訂嘅話咧，咁出邊有啲咩地方都可以訂到其他嘅產品㗎？如果交類嘅話，基本上都係譬如街旺地牢啊，某幾間比較出名啦。講白啲啦，冇所謂，我呢啲都好講白啲，好㗎啦。即係我諗啊 ，Toy Station 啊，或者係交易廣場啊，即係動漫基地嘅交易廣場啊，即係呢啲比較傳統少少賣膠啦，即係比較大牌少少賣膠嘅鋪頭都會有呢啲訂啦。係啊，咁啊，另外HMV 應該都會有嘅。系 HMV 都應該會有，好厲害，係啊係啊，我都係啊。咁啊，都可以篩出咗。喂，話翻兩頭，動漫基地港交所係咪要搬啊？呢、這個我未聽過喎，我唔知喎。呢、這個我哋下次可以做訪問問下佢喎。我未必啱啱聽翻嚟嘅啫，都係。咁啊，睇下先。基本上我哋呢一個櫃都掃曬噶啦。有冇啲咩特別可以推介俾我哋啲觀眾啊？長命有特價。哇！喂，望翻呢邊。既然是咁，明星我嗱都循例，即系当大家唔识字，我都再读多次先。咁啊，今次 A C G 嘅优惠，本身如果即系话买翻呢一个咸蛋超人嘅 Metallic 系列嘅话咧，第一只正价，第二只就会有呢一个 on top 系嘅八折，第三只就会系七折，如此类推嘅。咁所以有兴趣入手成套嘅朋友就要留意翻啦。好，thank you。咁另外亦都最后讲一讲啦。咁啊 ，Play 其实最耍家嘅产品啦。咁一定係佢嘅巴豪坦系列㗎喇。哇，呢、這個好哇好靚啊，咁樣打燈打上去。係啊，咁因為透明膠其實玩朗膠某程度上佢透明係一個特別之處嚟嘅，因為做啤膠呢比較少係用透明嘅素材啦，或者係透明嘅素材通常係做裝飾用。咁好少可會係一個主體上面用咁多透明嘅物料去做。但係玩朗膠呢就反而就調返轉，佢會比較多一啲特別嘅。咁佢今次呢個呢其實仲要係唔同啲嘅，佢呢個係用係佢又 crossover 咗呢個 Azuri Glass version 喎，係啦，代表佢係用呢個玻璃啊，係啊，哨子工房，因為用哨子工房，一個玻璃 crossover 嘅，其實哨子啊日文嘅意思即係玻璃咁解，係啦，咁佢呢個係一個玻璃 version 嚟嘅，咁佢應該係有別於一般嘅透明，冇错，一般嘅透明胶嚟，应该因为佢而家呢个应该系用一啲叫，我要问翻佢哋嗰边啲人，系用一个特别嘅素材，又系一啲唔知咩纤维玻璃嗰啲。索性就夹翻个老友过嚟问一问咯，睇下佢本身有啲咩推介俾啲观众嘅。好啊好啊 ，Kevin。咁我哋就啱啱讲开咧，你哋嗰个特别版嘅巴鲁坦咧，咁嗰、那个是不是一个跟哨子工房合作的呢？是怎这个是什么是一个物料来的？这个是一个另一个系列，不过呢其实它都是胶来的。哦，它都是胶来的。是啦，不过呢整到的效果呢就是好像玻璃那么透明那么清澈。哦。是啦，那是用另一个形式表达就是一玩具啊，一个 character 的另一个玩法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其实即是原来都是朗胶，但是只不过是很透的朗胶。真的很透。咁啊，蘇花其實成個場咧，如果淨係俾你揀一隻咁多，老細你會推介邊一個產品俾啲觀眾？如果立即推介就梗係呢只啦，呢只啱啱現貨有啊，仲有限量嘅88隻，同埋每一個 pod 有獨立嘅證書，有個 number 嘅。大家自己中意玩膠，而又中意呢一個宇宙大帝，而又中意呢個太歲嘅，你自己識做啦嚇。咁啊，太歲你夾到佢嘅，我頭先喺呢一個上面同人館嗰度撞到佢，我先至攞到個簽名嘅啫。咁啊，隨緣啦，一切嚇。咁啊，今次我哋暫時玩到呢一度，咁啊都唔該曬咁多位先。咁啊，嚟緊仲有直播。好，拜拜。